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，何来国防预算？需要指出的是，民进党当局只要搞台独，就不会有和平。他们挑衅的越欢，就灭亡的越快。在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问题上，任何人都不要幻想解放军不会出手，而且一旦出手，必是重锤猛击。在强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面前，台独武装的所谓能力，不过是蚍蜉撼树，不堪一击。